Gilberto está en Nueva York registrándose para su vuelo de negocios hacia Pekín. Muestra su billete de avión y el pasaporte a la gente y luego factura el equipaje. 有几件行李？我有三个箱子。有没有手提行李？我只有一个公文包。好，您要靠过道的位子，还是要靠窗的位子？我想要靠过道的位子。好。 这是你的登机牌，去北京的，一零八次班机，十九排，B 座。谢谢。这是您的行李领取单，到了北京以后，可以领取您的行李。谢谢。祝您一路平安。 ahora escuche y repita 您好，请出示您的机票。就在这儿。您是不是去北京？能看看？ 您的护照吗？可以。有几件行李？我有三个箱子。有没有手提行李？ 我只有一个公文包。好，您要靠过道的位子，还是要靠窗的位子？ 我想要靠过道的位置。好，这是你的登机牌。去北京的一零八次班机，十九排。 B 座，谢谢。这是您的行李领取单。到了北京以后，可以领取您的行李。 谢谢，祝您一路平安。